好，我是薇安。明天4月8号的星座运势到底如何？赶快来提醒你，有三个星座运势可是非常旺盛，在这边恭喜你喽。首先要恭喜巨蟹座的朋友，爱情桃花朵朵开，大家都很喜欢你哦。狮子座朋友也不赖，在感情运上可以说是如鱼得水，左右逢源。而处女座朋友更是好运当头，工作上会有非常好的表现。不过三星座运势弱一点，在这边留意了。摩羯座朋友要特别小心办公室一些不愉快的事情。水瓶座的朋友很容易呢，因为身体的状况不好，所以导致了影响了情绪。而双鱼座朋友更是要特别小心，尤其感情方面容易出状况哦。月亮不同星座幸运数字和颜色在这边提醒你，火象朋友是银色系，最佳数是6；土象朋友是灰色系，最佳数是2；风象朋友是绿色系，最佳数是8；而水象星座朋友是蓝色系，最佳幸运数字是9哦。